Dos y un, dos, tres y. Bueno, sí. 好，我们今天来玩文明重启啊。那目前呢，这个文明重启呢，只有在这个大陆的账号才可以下载，是用微信登录的。那在这一开始呢，就是收集这个物资的部分啊，要先砍树、挖矿、采石头，然后盖房屋、盖一些住宅区哦。可以看到旁边有一个别人的家，那这个可以组队一起去拆别人的家，有点像是电脑版的 Rust。然后 ，OK， 我们就先砍一下树，找要两三千来维持我的家里的运作。那我们来盖一下房子啊。房子建议是靠近水源吧，老不用跑太远。然后我自己翻盖在这个雪地，因为它有靠近这个实验室哦。先把这个墙壁盖起来。这里放门啊，还是屋顶。但后来我发现哦，这种房子更容易被人家抄，哈哈。没关系，反正新手教学。对吧？那个屋顶，因为它一开始的左上角有一个任务题，按照它盖房子。OK， 那这个游戏，要在15天内就是收集到更好的那个制作配方啊，因为它15天之后，它这个伺服器等于是要重新开始啊，重新开始几乎是重打了嘛，所以然后就是要在这15天内就赶快把你的配方练起来。OK， 那这个最简单就是我们要先把这个资源全部运到那个我们的那个。地的那个箱子里面，有声音，有人在敲啊，是玩家还是谁？我们把他干掉。他转过来，等，他好像是 NPC 哦 ，NPC 哦，打他！哇哦，你真的是 NPC 啊，送东西给我啊！捡了，地上还有尸体啊，来偷一下。他身上没有东西给偷哦，东西啊，你怎么偷啊？砍他、啊，不会损血哦，嘿嘿嘿，闹不闹？啊，我们的矿长这样子啊，矿，哎，挖一下。开始的新手教学其实还蛮简单的，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有个大佬，有个大来这边啊，居然丢枪给我，有子弹，弹啊！对，走，这边砍他一下会怎样？哎呀，这大佬的家，他带我上去了，这里是吧？来，哦。你是怎么上去啊？哎呦，跳了上去。哦，防抄家用的。这里。哦，这游戏如果没有遇到大佬，真的是玩不下去了。哦，大，等一下，所以他这个房间是空的。哦，好多箱子！哇！先把东西放进去。这有什么？空的。那、啊、这个还可以烧，做一些铁锭之类的东西，还可以做木炭。哦，这块收集这个配方就是打这个桶子，然后它会掉一些零件，然后。它有高级、中级跟低级的剑，然后收集完之后就会获得这种配方可以制作武器。低成本就是比较像桌子、椅子这种，高成本就可能比较好一点的装备啊，枪械。OK，
最快的就是这种小路上面收集一些零件啊、配方，再来是挖矿。刚开始都还蛮简单，晚上7点到12点是可以去抄别人家哦。OK，Anyway， 我们这一集先到这边，我们要晚上呢，等一下去抄家，抄家完再拍给大家看是什么样子。先这样咯，拜拜。